by the way of knockout, fighting out of Greece, Apoteng Errata, Karasori Tunde, Asa Kasapis. Hong Hong, 今年27岁, 身高2米, 职业战绩12胜9负7次 KO 对手, WKN 的世界冠军, 也是昆仑决 初代重量级 世界冠军, 号称东欧大炮。 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200 centimeters. 下一场就是韩国对战中国。 His record, 12 wins, 9 losses, and 7 of those wins come by the way of knockout. Fighting out of Belarus, introducing Andrei Gelasimchuk. 有请场上裁判，来自中国的毛景宇。 No. Okay,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ing, 3 rounds, 3 minutes, no hibah. No,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世界顶级格斗大赛 昆仑决福州站的比赛现场，我是昆仑决亚伟，我是何鹏。观众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昆仑决赛事信息啊，可以通过您的手机下载昆仑决的官方 APP。 啥就是上来，飞机。飞行。现在收看的是昆仑决2016年100公斤级以上的。这个会不会KO啊？来，兄弟们，现在可以发你手中的票啊，就是蓝方啊，红方可以投一下票。哇！再来。看来这是安德雷的这种吸法是允许的，他的吸法各种吸法进攻是有效。 好像看到阿萨对这种孤径没有很好的办法呀！再来吸撞，我们反手勾着。我们刚刚在 A 组的半决赛里边，阿萨迪就是被吸法，给 KO 掉，已经输掉了比赛，没有晋级决赛。看得出来，那个安德雷虽然是身高很高，但体质被练得非常低啊，像他这样。 大身高大体重级别，体质练成这样是非常难得的少见的。对，来自希腊的阿萨这个选手啊，还要赶紧调整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慢热，而且对对方孤颈膝撞，有点应对发术的感觉。对，好，拳法进攻。你看一近身要被孤颈上勾拳，第一勺。啊，安德雷的拳法不重啊。 勾击，又是膝法，感觉他的拳法都是为膝撞开路的啊。刚才一个拳法已经把阿萨的眉骨已经打开了。四拳，躲开后头，膝撞了。上勾拳一直没有把这个安德雷的防守打透啊。哎，感觉这一下阿萨突然有效命中率提高了。 推开，再出拳，转身拳，这个变成转身肘。安德雷，是禁用肘法的，在我们的国际规则里边啊。安德雷的转身边拳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啊，像他们身高2米，这样100多公斤以上的这种拳法跟膝法的重量可想而知啊。哇，一个前手追加。 上勾，再来一下，连续两次的上勾，相比对方有10厘米的身高优势，哎，这个转身，还稍微等了一下，哎，还了他一个，躲过后手。我们看到阿萨也是打法是比较粘人的。 因为那个安德雷有10厘米的身高优势啊，所以说他把这个身高优势就应用在了那个孤颈膝撞上，而不像其他是用在组合拳上。时间到，第一局时间到。两个实力还是差不多的啊。选手在后头互相伤害。最后的几秒钟，好像流血了啊。正蹬。 看一下竞争汇报。我们看到阿萨的眉骨啊，可能是通过被安德雷的前手摆拳。右摆拳。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场间我们的医务也要进行一下处理，我们检查一下他的伤势到底有多重。躲开，转身拳。
这个距离太近了，是吧？啊，这个膝撞撞到肋部，如果再靠下一点的话，对，会效果会更明显。是的，因为我们这他撞的那个位置是有背阔肌有保护的，没错，因为有了肌肉的保护，力量，单击的爆发力也好，或者组合的这种拳法力量、腿法力量，是超乎其他级别的。对，这样100公斤以上超重量的比赛，左拳右拳可能要直接攻击，来机会来了，又看掉了那个 KO。哇，高扫，还是第二局开始非常猛啊！前手的刺拳，得控制住距离。刚才是热身上第一局，现在是正式开始。左拳膝撞，击腹好像有点效果。继续，躲开对方后手。哇，第二局开始，阿萨把节奏加得很快啊！我以为又 KO 了。好像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说好了慢慢来的，怎么开始打快了？不按照我的节奏走。啊，一个正蹬。他这个正蹬正好在阿萨低身防守的时候越过去了。低扫。他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推开。哎，高扫进来了。后手，你看这下就很重了，推开，打那下后手应再一下走。差一点。而且那个后手还加了一个神拳弹回来的那个力道。因为被神拳弹回来那个力道，哎呀，两个力加在一块就很可观了。高扫，有点晕了，摇晃，跟上膝撞，可惜是高了一点，如果是再低一点，在脾脏那位置就好了。哦，刚刚那个高扫是有如神来之笔，刚刚推开就一个高扫，跟当年比的阿兹一样，就啊又一个，又是高扫，硬吃下去了。比的阿兹当年是推开，直接漫不经心的高扫就 KO 你。转身拳。看到没，两个人再次抱在一起，前手中了，千万不能有一点漏洞啊！前手，看来实力还是相当差不多的啊。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跟刚刚获胜的罗加瓦？哎，现在还有50秒的时间，稍后的比赛当中进行决赛，争夺100公斤加的西法没干上。金腰带。前手摆拳近身，要推开，推开要有动作啊！又是一个西法，击腹，膝撞啊！又是一个高扫、哦。你看安德雷又是一下高扫，你看安德雷把他那个身高的优势啊，就是用在那个刚开始是那个膝撞，现在高扫。因为高扫他。那第二场马上结束了啊！现在还有啊，倒计时开始。爆发吧小宇宙啊！阿萨要加强自己这种近身拳法，既然可以打得进去，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啊！时间到，要让效果。第二局结束，防守打连打两拳。刚刚那两拳是完全钻进去了，但是力量并没有完全发出来。高扫又是一下，在膝撞，在膝撞。这场比赛大家觉得谁会赢啊，兄弟们？啊，第二局比赛结束。第二局比赛结束，我觉得阿萨他一直在加强自己这种啊，这是刚才红方赢了扣一，蓝方赢了扣二，看都是支持谁的多。对，如果再上去一点，在耳根那个位置就是非常的重，有一下被手套挡，拳套挡了一下。第三局马上开始，好，我们马上进入。菜还没有播呢，在下面。看看谁获胜。他那个右眉弓的凡士林得再抹一下吧。没有涂匀哎！啊，他只要不妨碍他的眼睛 ，OK， 只要不妨碍他的视力，因为刚才他那个右眉弓有一个伤口，所以裁判会用带肾上腺素的凡士林给他抹一下，因为毕竟肾上腺素有收缩血管的作用，可以止血。好了，对，而且凡士林是无菌的，没错。低扫，低扫已经把腿整个扫飘起来，非常重，有种秋风扫落叶的感觉，荡起来把腿扫。可想而知我啊，一个前手非常的准啊，上勾没中。可想而知我们的职业赛事是完全按照体重级别来划分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让一个70公斤的去跟安德雷或者是阿萨这样的选手打，那是没有办法加赛啊，体现真正的水平的。这场比赛我感觉要加赛，就是早期的日本的实力差不多啊。啊，对，就是无差，有70多公斤的考克兰对100多公斤的那个萨梅亚人。对，
现在双方选手体重都在100公斤以上。结果反而考克兰一个飞腿，哎，高扫踢来了，哎，麦提莫，漂亮，超级上面。好，安德雷的前手用的比较不错。这位加赛，低夫，裁判击撞，拳高扫又是一下，还好拳套挡了一下，等等。如果拳套不扫一下，我估计会结束比赛啊。没错，刚好在拳套上擦了一下，擦过去了。高扫，现在还有，哎呀，还是要加强后缀的动作。飞机有没有撞到肋部？差一点踢倒啊！上勾拳，好重。哎，现在还有1分钟。一分钟时间来爆发吧，小宇宙啊！刚才要不低头的话，有可能直接就被击倒。火拼了，还是？幸好躲过这一危险的一击，又是一个。左拳，踢到角落，但对方把他推开。这重量级的人物打比赛的话，日韩选手粘性比较强啊！我不管你什么动作，我就一直贴身你。对对对对对。这种战术非常的耗体能，耗自己体能也耗对手的体能，才对，是一个双伤的战术，因为他一直逼着你，逼着自己，逼着对手在不停的出动作。我打不死你，我烦死你，对吧？啊，高扫迎击的高扫，那现在还有17秒，这个对那个阿翔伤害比较大，你看他面部鼻子也挂彩了，刚才上一回合是没攻，对，破壳，现在倒计时10秒，对，因为安德雷前手有几次非常明确的击倒，到来了，开始火拼了啊！我天，最后的10几秒。爆发没劲了，最后的没有力量，双方要分开，比赛结束。高扫还好，来兄弟们，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呢？会不会加赛呀？防高扫防的不错，很及时。之后的那个抗击打也不错，对，很及时，很及时。这场比赛不管是谁，精彩回放开始。在第二回合开始，我们的希腊战士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惊喜，不仅在反击中常常处于攻势，而且给安德雷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30-28 30-28；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30-28 30-28；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30-28 30-28；四号裁判30-27 Judge Number Four 30-27啊；五号裁判30-27 Judge Number Five 30-27。比赛结果 ，And the winner by。哎，红方获胜。The red corner， 红方胜。哎，兄弟们，安德雷获胜，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有请颁奖嘉宾，福州飞常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栋先生为胜者颁奖。好了，兄弟们，我的时间到了，来下面那个来宪哥接麦啊，宪哥在不在 ？Andrei。献个节目，兄弟们再见！大家可以点一下关注啊，喜欢 TV 的，喜欢昆仑决的。安德雷有点太兴奋了。哎呀，奖都忘了，忘记了颁奖，拿了走了。Hey, it's very good fight, especially the second round. Very good, Asa.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好的，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